Hello，Hello，亲子同享的粉丝们，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一组蜜桃那个 Jiaobai 的系列的蜜桃雪若陶瓷锅煮哦，它是 Near Flame 的哦。我们家已经现在有基本上现在用的锅子跟所有的锅子都是这一家厂商的，而且真的超好用的，因为它是陶瓷不粘锅。陶瓷不粘锅，而且基本上它每一组我们都有嘛，都有，每一组都有。那今天介绍的是这一组最新的，目前最新的 Showbet 系列的雪若锅具，蜜糖雪若锅具，雪若锅具，好，雪若锅具。然后它总共有四件，好，在四件会有，就是还有会有送，就是我们有两件的，买两件的。会送这三只，哦，这个是肉燥，然后炒菜的锅那个铲子，还有那个汤勺，哦，会有送三个。那它里面有配件，就是有搭配的，各位可以去看。那如果四件，这是最划算的，四件一起买送这三只之外，它两件的、三件的、四件的都是三期零利率，哦，三期零利率。然后我们来现在来跟大家说它的好处，哦，它好用在哪里？哦，为什么它叫不粘锅？因为它的表面呢，其实它是用一些很特殊的涂层，哦，陶瓷涂层去喷这些涂层的，哦，它总共里面有总共锅上就有六层，就有六层。好，那我们现在来拆一个给大家看。我们一个个拆，我们先来拆我们的这一组啊，这一组是平底锅啊，平底锅它有26公分，它的大小是26公分，好，这个平底锅大小是26公分，啊，容量可以到26公升，啊，蛮轻的，都很轻，啊，这样子。好轻，而且它是粉红色的，看，哇，整组都是粉红色的，好，有粉红控的妈咪们真的可以直接拿来，真的是很好看，而且它的锅底，好，这个是电池，就是隐藏式的电池底，电池底，电池锅底，很漂亮，真的很漂亮，这种摸起来真的触感很好，好，这个是26公分的平底锅。然后再来，我们看的就是这个炒锅，就是30公分，这个有30公分的炒锅，真的超级，这个适合比较就是适合可能家庭成员人数比较多的人，好，那这个拿的时候这个要小心哦，好，我们这样拿起来。然后这是它的锅子，啊，它的锅子，锅盖，它的锅盖，你看它的锅盖有没有很有质感？好，你看它的锅盖，其实它有一个，它这个头很可爱，有没有？超可爱的锅盖，而且它有一个透气孔，哦，它有一个透气孔，但这个透气孔啊，真的就不会让你溢锅，有时候。煮汤、煮炒菜啊，煮到一半就容易扑出来了吧？就整个瓦斯炉都是，然后到时候瓦斯炉又坏掉，哦，很烦恼。所以啊，这个真的很好，这个设计真的很贴心。好，那哎，我们放旁边，你看这个锅具，哇，这个真的分量很大，这个是30公分的炒锅，而且这个拿其实很好拿，这个触感真的。很棒，就是很不会，就是很顺手哦。你看它的背里面后面也有这个很精美设计的纹路，好，哦，这个是电磁锅，所以这些锅具啊都适用于像微波炉，连洗碗机哈，哦，洗碗机洗就是如果炒完菜懒得洗锅子，那我们也可以把它丢到洗碗机洗，连这些都可以放到洗碗机洗。好，哦，这些都可以，是不是很方便？
好，这个是它的炒锅。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一组啊，就是双耳的汤锅，汤锅，啊，它的汤锅，来来，它的汤锅，哇，小巧可爱，有没有？整个都是粉红色的陶瓷，哦，来，一样，也有贴心的设计，好，你看，它的有透气孔。哦，就不怕溢锅哈，就不怕溢锅，这样拿起来好，很方便。好，再来这一组是我们的有单柄哈，有柄的汤锅，有柄的单汤锅。哇，真的，这个是很粉红的。一组，大家真的很喜欢，这次真的卖得不错，这卖得很好。你看有没有炒做泡面啦、啊，或者是哦一些很少比较少的一个东西，就是汤的东西，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煮一锅，然后直接放来直接当碗好、哦、来吃哦。然后这是它的，一样它的盖子，哇，好小，看超可爱超迷你。真的是看到就好喜欢哦，真的是粉红，粉红到不行，粉红到不行。好，那基本上就是这四组哦，哦，这四组现在是优惠价4990，三期零利率，好、哦，三期零利率。然后它的好处啊，你看，其实为什么说它是不粘锅的，陶瓷的不粘锅，因为。它的涂层，哦，这种涂层啊，就是本身就是用它，因为陶瓷锅就是陶土下去做的，那这些涂层也是用陶土下去生成的，所以因为陶土都是天然嘛，所以它的东西都是天然的、无毒的。那如果我们平常的那些锅子哎，都有些含一些铁氟龙啊，哦，一些有的没的的一些化学物质，所以。煮出来的东西就很容易有，就是化学的物质，好，化学物质，而且它因为它的是用涂层，它是用耐米的涂层，所以它更容易抓住那个锅底锅子，好，就比较容易耐用，就比较耐用，而且无毒环保，好，而且因为它是那个陶瓷的嘛，所以它的。导热性很好，导热性真的很好。基本上像这种炒，我们在炒菜呀、啊，哈、哦，这种炒菜用这种锅底，或者是那种平板平底锅，这个平底锅，基本上就是小火、中火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的瓦斯费很省，真的会省很多，省很多、哦、然后我们的蜜桃，因为这种触感啊，很好用，很摸起来很有触感。然后刚才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是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单柄的握把，这个是18公分，哦，18公分的单柄的汤锅，然后这一组双耳的是22公分，哦，是22公分的宽度，好，然后它的，因为来我们现在大家说啊，我买那么多组，啊没地方放怎么办？来跟大家讲。我们放给大家看，来，有没有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再来就是放这个，好，这个有没有？这样就直接我们就找个地方，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叠起来了，有没有很小？好，然后我们锅子。就把它叠起来放好，好放在旁边，好，这样子是不是就不占空间？好，这样子放着，有没有？而且我觉得不重啊，其实真的不重，就是还蛮，而且真的是空间用的地方真的不大，哦，就是很省空间，而且因为它的材质啊，有经过 SGS 啊一些认证，好，我们。
们的网页上面都有他的认证的证书，好，都有他的证书，好，真的超推荐各位来买这一组的，好，炒锅26公分的，好，然后你里面有二是任选，就是有选两件，他有配，就是只要有两件或三件或四件，都会送这三支，哦，这三支。好，这三支，所以很划算，这次真的很划算。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哦，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留言，哦，在影片底下留言，哦，在底下影片底下留言，我们都可以回复，好吗？这个真的是不粘锅，我们家所有现在的锅具都是 Neoflame 的锅具，这是韩国的，现在很夯韩国的品牌。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哦，那我们现在的优惠就是4990，哦，双三四件啊，好，四件我讲的是四件，就是原本就是18000，好，哦，原价现在只要4990，好，哦，而且你只要首付1663，你这些全部可以拿回去，好，哦，因为370利率。真的很划算，很划算，而且又送这三支。好，那我们分享到这里，赶快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好，记得按小铃铛，好，叮叮，好，谢谢。